然后我今天接触到这个坑比较特别，是一个翻译坑。那这个起源是因为有一位Entrell 他是发起人，然后他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一直在讨论说，没有一本书是中文繁体的书是关于 data 跟那个 visualization， 而且它是一个 open， 大家都可以去上线阅读的书，所以他们就找到了这一本书，这个网址在下面，然后它是一个open source， 然后大家都可以在 GitHub 找到，也可以在网络上直接 download 或直接线上阅读的书这样子。那所以这本书呢，它基本上是有50个 volunteer 在14个国家里面，哎，我讲反了对不对？14个国家50个对 volunteer 所共同编写出来一本书，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蛮多不同的语言了，所以希望能够在 GNV 这边也就是翻译成正体中文的这个计划。那这计划从六七月开始到现在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让它在 GitHub 上面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编写，但是由于我本身不是一个程式人，所以看到这样子多程式的感觉的东西我就很害怕，所以同时呢他们也放在了 GitBook 上面，也就是说在旁边编写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预览的样子，就对我来讲比较 user friendly 一点。那目前的话呢，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已经把它拆解成30个部分，然后已经有16个填坑者，那已经被认领了蛮多章节的，所以现在剩下三个章节没有被认领。但是除了翻译之外呢，我们还需要有校对的人，那校对部分都是还没有被认领的，所以今天来这边发表其实是希望能够邀请大家一起来填坑这样。那目前这些资料都可以在 HeyPay 上面找得到，所以就可以直接上去填写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。然后最后再宣传一次，就是我们的那个网址在这边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，谢谢。谢谢您。